今晚还在可以呗？现在可以上吗？现在可以上吗？靠左边上呀。
漂亮。好陡、哦！哦，这个可能只有亮亮才有办法下。啊！上三次，妈，他还没可以上吗？就叫我上，妈车堵在那。那个五十七号，杭州的那个德国人卡好久。我已经很小心了。啊！没关系，我不急。你要小心啊！这个也没办法滑下去，滑下去一个沟。走啊！妈呀！我靠，谢谢他。